现在我们恭请上人及萧院长为我们按钮开台。每年的今天都是好日子，因为呢，大爱电视台是在元月一号，就是大爱电视台的生日，已经过了今年第20个生日了。这也是人生啊，连青春活泼的时刻里，我们看到大爱台的那样的展示出了真善美的生态，而且呢，我们的同仁呐、啊，都是很资深。我们最感恩的环保之风，更感恩的是环保。笨手变黄金，黄金变爱心，爱心化清流，清流老清流。那个时候的口号啊，所有全台湾的慈济人、环保菩萨响亮起来，他们一直一直呢，就是啊喊了这样的口号，共知共事，身体力行，所以。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，啊，非常的感恩、感人、感恩是真的。让世界亮起来。